有没有？哦，好漂亮哦，这款惊声尖叫，惊声尖叫哎、欸、！Hello， 我是王瑞阳，我是何洛伦佳佳。我们今天呢要来给大家预购这一款圣诞面包。圣诞面包叫什么名字 ？Panettone， 意大利文。对，就是一个传统的啾啾。你要啾？我给大家看啾啾，真的很美，它好正经啊！它就啾啾前面也有 Louis。好，那你帮我拿着哦。哦，九九，它上面还有一个，就是这个非常漂亮、很精致的一个这样子。哦，还有这个，我都不要仔细看。一个铁扣这样子，很漂亮，欸、很精致。他们这个鞋做很好，所以真的可以做礼物、哦。绝对不会觉得说哇，好像客人不懂我的心意，或是我的朋友、家人不懂心意。这个真的是会让人家觉得是很用心挑选的礼物。送礼就是要最好。现在就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个。你送到心坎里，就不管是包装风味，然后它整个设计感，都是会让人家觉得很非常独特，对，会很窝心。它这种纸啊，你如果去维内西亚，有大家有机会去旅游，它很多那种小的百年流传的文具店，里面就是在卖这种纸，好，一张可能就要20欧。因为这款呢是试吃品，这款呢只有500公克，然后可是我要推荐给你们的呢，其实是1公斤重的。它这个气孔真的很漂亮，看真的很漂亮哦。你看它的果干的颜色多美，大家来看，是就是那种糖吃过，然后是有好美哦，咬下去会 juicy 的，不是那种臭臭的果干哦。新冠之后，希望全家人都能够聚在一起啦。嗯，好、哦，那所以为什么会给大家推荐圣诞面包？真的，因为圣诞面包呢，就是意大利人团聚的时候吃的东西，不是一个人吃哦，不要一个人吃哦。他们会在圣诞节或者是跨年，然后搭配这样子的，像比如说一些甜的气泡酒。那我们今天搭的是，也是和洛的卡吧微甜气泡酒，嗯，都会很搭。然后另外一种吃法是他们会搭咖啡，哦，这个想必大家咖啡也很合适，对，咖啡，然后也有也会搭一些冰淇淋，就比如说你在家里小朋友喜欢吃，然后就一球冰淇淋或优格，然后也可以搭比如说 mascarpone cheese，或者是说那种 ricotta 新鲜 ricotta cheese。嗯，那有一些人是抹果酱，果酱的比较少啦。嗯，但就大致上，刚刚上面那些吃法，意大利人都会这样子吃。哇，佳佳这只很好吃哎，是不是？很很好吃哎，而且你去吃它的那个香气，你可以吃到它面包扎实，但是同时又软软湿，就是它的湿度是够的。这是巧克力的，可是包装不是这个，包装是我特别挑。我们抓来吃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你疯了？我要跟在我老板台做朋友，我当然要趁现在。好了，我们也开巧克力给大家看，来，耶、yeah ，来，哦，哎，巧克力的豆子这么多哎、欸。哦，对，说到这个，它的巧克力也很厉害，它的巧克力是南美洲，而且是单一产区的。呵呵，所以他们也是选用好的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对，不是那种随便的巧克力啊。这个就是我们也要给大家做团购的，一样。巧克力有的一个是750，一个是1公斤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小朋友看到这会尖叫。当然了，我讲一二三，你就这样给它扒开，一二三，耶，断面秀！你看，哎、欸，好湿润哦。佳佳要跟我们介绍，佳佳你不能再吃了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要怎么样吃圣诞面包。除了这样吃以外，我知道台湾大家都很喜欢吃热腾腾的东西，所以你如果刚拿到这个，你想要热热的给家人吃或朋友吃的话，你可以放烤箱或微波炉。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刚才就是有这个袋子，对不对？你拆开的时候不要丢哦。塔年通也是放在这个袋子里面的。然后呢，它上面塑袋里面有一个铁扣，你把那个铁扣剪掉，然后连着这个塑胶袋哦。铁的不要微波哦。对对对，铁扣不要微波，然后就这样连着这个塑胶袋放到那个微波炉，1分钟60秒就可以了，然后出来。哦、那如果是用烤箱的，第二种的话是烤箱。其实烤了更好吃，烤了之后它的表面更好吃，而且它的香气会更浓郁，就那种面包的香气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啦，所以呢，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今年的 Christmas 除了火鸡，火鸡嘛，对不对？哎，都可以。除了火鸡，想吃什么都可以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圣诞节要吃什么？啊，要吃高级的大餐之外，不要忘记了哦。一定要追上这波的圣诞面包的风潮，来给大家推荐我们超级美食家与 Loison 的团购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